全新的微软模拟飞行，除了有精致的地景外，完善的天气系统也是本作一大亮点。玩家可自由设置一年四季的各种天气场景，借助内置的实时天气数据，还可以还原现实生活中正在上演的大风暴。现在台风灿都正在东海肆虐，在靠海的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显然不会有飞机尝试起降，但在模拟飞行中，玩家们蜂拥而至，前往浦东机场直面超强台风。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叠波湖大波湖。接下来请大家登上这架 TBM-930， 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起飞，前往上海浦东，挑战台风天气下的夜间着陆。哎呀，毕竟不是自安东民族啊。
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关注、点赞、收藏哦，也欢迎分享给身边的飞行爱好者，如果有充电那就更好了。本期全新的视频栏目，各位感觉如何呢？以及大伯虎这次着陆，各位打几分？欢迎在评论区吐槽。有关更多飞行模拟相关的游戏视频，请见简介区的播放列表，或者前往飞行员大伯虎官方主页 fly.dbh.one， 在这里有分类整理的民航业和模拟飞行相关的视频节目。最后，感谢各位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